力的双击，么么哒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我跟我老婆这边啊，发明了一种超级好玩的这个悠孩子的游戏啊。那现在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宝贝，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来，那开始吧，来。哎呀，这个游戏呢特别好玩啊，来，就是把孩子放在被窝里边啊，快，来进来了。然后我跟我老婆呢，一人撑一边被子啊，然后给孩子悠起来，可有意思了。来，预备，开始，走，睡吧，睡吧，我的小宝贝，睡吧，睡吧，爸爸永远爱你。我来采访一下，好玩吗？该我了，这只限小孩玩，悠不了大人。好，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吗？这是我们昨天啊，我跟我老婆新发明的，就是把孩子放这个被窝里面，然后俩大人呢，一人这个拎一头啊，这样然后来回悠孩子啊，就跟那个玩那个吊床的感觉似的。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好玩吗？要觉得好玩的朋友啊，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啊。好，那这期 vlog 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